起倒扬，心停住在河畔，你的幸福路迎着红霞。时光让谁发烫，那是莫名喜欢，两小在耳旁轻轻呼唤。其实是我不想救你啊，你实在是无药可医了。再说我也自身难保，自顾不暇，你别怪我。说话还不错嘛，走过路过，机会不要错过，只要九两九，九两九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买不了房，买不了马，旅游也到不了渝州城。哎，帅哥，真好呀！挣钱身累，喝酒伤胃，赌博还危害社会，把把脉再回家，媳妇儿一定把你夸。哎，有病我有药啊，帅哥。下次再来。没事，怎么干什么？别上眼睛，别飞了啊！边去，边去，让让。陆老爷。哼哼。哎。陆老爷。
嗯，畜生，不费小老板，快点，快点，磨蹭人呢。陆老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。要什么钱呀？今天晚上陪小爷我快活一下吧。陆老爷，你别生气了。我去，你该是投胎去啊！说什么？去死啊！是呀。干什么干？啊，追呀！是，追！别走，别走！还给你们了！别跑！别跑！赶紧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哎，这是不是就是那只有谁家的水啊？这不是林家的马车吗？哎，这怎么做的？一定是林家的公子啊！是吗？是不是去啊？林公子，我知道，真的，好像是，林公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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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少爷。刚采摘的清明茶，清香醇厚，请公子好好品尝一下。你先下去吧。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仗势欺人的狗。你是狗，你是狗，你是狗，你狗说谁呢？说你呢。大家听到了吧？他说他是狗。敢耍我，看我泰山压顶。反复的坠入你那一弯
子长得好帅呀、他这样看着我，我又感觉自己飘起来，飘飘。轻叹着，快带少爷回灵府。英雄你别走啊，英雄。英雄留下你芳名啊，来日小女子一定找你报恩。天门啊，铁窗铁锁链，铁。喂，别熬造型了行吗？你看这乌漆抹黑的我也欣赏不来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是刺客，赶紧把玉佩还我，放我出去。看什么看啊，没看过美女啊？姑娘别紧张，我只是想和你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哎呀，草率了。我还知道姑娘的师父在赌坊欠下了巨债，如果你不救他的话，恐怕就性命难保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师父他又欠巨债了？姑娘可知那天和你一起摔下怡然居的人是谁？哎呦，我管他是谁，我行侠仗义呢。哦，难不成做好事还要被杀头啊？你说对。你那天和你一起摔下来的人正是当朝尚书大人的小舅子，他要挽回当众出丑的面子，那就把姑娘你收押问斩。没天理啊。对，我要伸冤，我要伸冤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滥杀无辜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有人要滥杀无辜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别喊了，没人能救你。好日子，如今还要掉脑袋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老天爷啊，老天爷！但是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做个交易，我不但可以保你和师父性命无忧，还可以让你锦衣玉食。为什么？会是我？因为这块玉佩。玉佩？不会错了，你就是林家少爷林青兰指腹为婚的沈家小姐沈梦君，而我的条件就是要你嫁给林青兰。原来你说的是交易啊，你当然傻呀，因为一块玉佩就和人成亲啊。啊，这可是渝州首富林家独子林青兰的订婚信物，谁拥有了它，谁就是林家未来的少奶奶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玉佩不是我的，这是我师父从赌场上赢来的。哼，就你这不入流混大街的，自然不会是沈家小姐。不过玉佩怎么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这玉佩在你手里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冒充沈梦君，一年之后我再额外送你1000两黄金，怎么样？1000两黄金。
马是交易啊，这明明是福利好不啦？现在有两条路，生和死，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。哦，我选。哎，别打了！我选。哎呦！辛苦！哎，辛苦！哎，跳，那个。那个，跳，我为师连累你了，你别怪为师啊。哎，师父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赌了。跳，1000两黄金呢，我知道，可以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啊。跳，你可一定得救为师啊。你要是不救师父的话，那我们下次见你就只能在黄泉路上再见了。师父，我们相依了10年，这10年来我们相依为命，虽然你嗜酒好赌，经常让我吃不饱饭，衣不蔽体，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为了这一切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好孩子。好了，走，快点吧。师父，想好了吗？见笑。那什么，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啊。放心，只要你一切听我的，在林家站着少奶奶的位置吃香喝辣1年，到时直接拿钱走人就行。还有，我怎么说，我也是个黄花大闺女。你说那个林少爷要是对着我歪着嘴斜着眼，又是一个色魔，那吃亏的不就是我吗？再怎么说，林青兰也是渝州有名的美男子，就你。这是沈梦君的大致情况，你看一下，好好记下。要不你说我背，我又不识字。不识字？沈梦君的母亲可是有名的才女。我又不是沈梦君，我也没有个才女娘，谁要你叫我来装她的？行了，拿过来。我读，你仔细听着。沈梦君，前鄂州知府沈文帝之女，年龄18，家中独女，无兄长。还有一个，对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。这林少爷也不是个傻子，我们这样会不会被发现啊？还真被你猜对了，他就是个傻子。有请沈小姐。
老太太好。果然和当年的沈夫人有几分相似，都是天生的美人胚子。老太太您好，我叫沈梦君，小名沈跳跳，今年18岁，身高160，体重80斤，父亲是前鄂州知府沈文定，母亲是一门三进士的孟家大小姐孟美云。来要说啥呢？不要乱说话。表哥？还有我个表哥？不对，我家就我一个人，谢谢。我又没有问你这些，我是在想，当年你母亲绘制兰心，知书达理的美名，豫州、鄂州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你父亲为官清正，和青儿他爹乃是生死之交。自从你父亲辞官回乡之后，我们两家就失去联系了。算算。得有10年了吧？啊，你父母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父母，我父母前几年因病去世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现在这孩子们一个个都不偿命啊。青儿他父母早几年也不在了，就留下我这老太婆在这世上冷冷清清啊。老太太，表弟媳来了是喜事，应该高兴才是。奶奶，我和哥哥还在，我们陪着您。对对对，你们说得很对，咱们林家是该好好办一场喜事了，说不定冲冲喜，青儿的病也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青儿就是你未来的夫君，是一个极好的孩子。这一年来，在他身上发生了不少的怪事。奶奶，哎呦。这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怎么是他？他这是要干嘛呀？难道要当众亲我？淡定，淡定。果然是青儿8岁时送给孟君的礼物。这到底是傻还是不傻呀？是他，就是他。青儿确定他就是我的娘子。太好了，你们两个这么多年还能再见，看来这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果然说的没错。奶奶马上派人给你们操办婚礼。办婚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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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办婚礼。看来这块玉佩还真是有故事啊。
也不知道我这跳的是火坑还是水坑。不管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好好好，夫妻对拜。好。我就这样嫁出去了。成亲这么辛苦啊，下次可就有经验了。深深的心事印在心之，一生为你。